铁花，是流传于玉晋地区民间传统的烟火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打铁花技艺历史悠久，表演气势磅礴，场面宏大。打花艺人在千余度的铁花中赤膊上阵，而能进退自如，不被烫伤。现代烟花的灿烂夺目和传统绝技的神秘惊险交织在一起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打铁花涵容了道教文化、商贸习俗、民间工艺等内容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宝库。过年看上一场打铁花，不亚于看一场烟花秀。目前打铁花非遗项目得到很好的传承，全国各大小景区皆有。但是如果想看正宗的打铁花技艺，那天花板级别的打铁花就在河南、山西与重庆。河南首选洛邑古城，开封清明上河图、驻马店老乐山；山西首选忻州古城、司徒小镇；重庆首选铜梁奇彩梦园景区。